哎呀，喂，都没挑到的。哇，老五哎，自己坑了自己一窝啊，不错，坑的漂亮。嗯，哎呀，我是自己坑自己的啊。哇，特别啊这种体验。为什么没有挑到？你放熊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被我自己坑了啊，我被我自己坑了。真特别的一个体验，一定要有点体验的吗？是不是？嘿兄弟，我是孔武发，我是一只，我是 Blaine。今天玩什么？今天玩金库攻防战，来到我们的老地图维修站了。对了，看到维修站前面那一排排的铁墙过后啊，我就想来玩一玩隔鹅了，直接翻个弹簧啊，跳进去他家里面了。哎呀，这样子我就来个老角色狂牛呀，没有错，就是我了。戴上了这个街猫教父这个造型，真的是太漂亮了。好的，最后我就来一个 BB 啊，在这里也是因为有铁枪好吗？这样我水球就可以连续弹很多次啊，造成大量的伤害了。看起来这阵容还是不错啊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马上开始吧。Let's go！来了喂，哇哦，对面有一个老麦哟，宝利哟，没错了，强大的 BB 遇上了对面的 BB 啊，两个跑路线可以哦，没错了，直接抓着对面的老麦来打，我们这些冲锋手就是这样，该冲就要冲，没错，会出手就出手啊，该进去的时候就要进去，没错了，进去干他，没错，先出一个血，赢了他，干他。可以哦，干他，干他啊！追进去角落都要干他，再来再来，天吗？没错，老麦你给我去死，还在他，我们都还在，可以可以可以，竟然你们都还在，哎，哪里有在啊？刚才死的吗？哇啦！你问的时候是真的在的吗？我跳进去啊！你刚问我的时候，我真的还在的吗？都没有骗你的吗？过后才发生了意外的吗？哎、啊啊欸，不错，你这个，去，一定好料再给你用的吗？喂，我跳不进去，你跳不进去，那个是人的问题啊！没错了，旁边有上到车，不准备凶器啊，有没有？竟然是我的问题，没错了，来再来，这样子啊，打叔没有上车这样啊，对 ，OK， 没有上车打叔，你看差不多了啊，剩二十七了，来老布 ，OK， 哇、okay. ，保利要一棍我们了，不是那个叫皮皮啊，用一棍我们了，我打多一下就结束了。来了喂，哇，黄金爱德加哦，可以的，黄金哦，哎呀，这个造型帅哦，那个八尺大导演哦，八尺大导演罢了吗？嗯，要拍老布裸照哦。喂，大导演原来是做这种事情的，孩子的小弟弟也是哦，大导演吗？混蛋大导演，可以，不要管了，大导演了，我进去了，没错，我也是成功混进来了，他们有一个普利莫会第一个复活，可以哦，用闪一闪，爱德加先进来，爱德加，艾德加已经把我干死了，没有艾德加，我也把他给干死了。OK， 可以一直去狗一波，都又冲回进去了，又冲回进去了。可以可以然后我又活着啊，终于回家了。还有弹簧在的吗？这是我的吧？我终于斜着发 OK 了啊！还要过来，还要过来。假跳的普利莫会出于我们。这次我就真跳了啊，不小心真跳了，还是有办法骗到这普利莫的哦，那么好玩的哦。环境没好，那大招在那边呢。明明我觉得你跳起来一定会死，哎，结果没有跳进去哦，然后普利莫还跳了起来啊。没有没有，那个位置的弹簧你靠护栏不会哦。普利莫就这样给我们玩惨了。八子贝贝啦，你进来惹一个黄牛，你惹错人了。爱德加，爱德加，我干掉爱德加了。哇，八子，普利莫，我已经干掉了。骑过来，我没有弹簧了，他就是在那边了。OK， 没问题了，三十多。要不要啦？只能固定在那边的弹簧。哎呦，要不要啦？可以，爱德加跳进来了，给他死。一个水球可以走了，失手进去了，跳进去。Okay, okay, okay. 哦，普利莫果然是往家里跳。OK， 跳，那就哪里啊？一棍就好，一棍就好，一棍就好。哎呦，还成功蹦到这样多个钻爆了哦。钻到跳，没错。哎，可以。再接点罢了，我过去帮你结束了。我们再跳多两次。OK， 对了，一直去收工。来来来，一直应该结束不到了，它是一直。好，让给你们，让给你们。不可以把这种东西讲出来的。OK， 我们知道就好嘛。来了喂，小熊，哎，还有个李昂哦，万事通李昂，可以啊。OK。
放妮塔过来，可以放他过来、直接让他过来嘛。 OK OK， 我这样子我这边让他走。妮塔 Where are you？ OK， 妮塔不在我这边。哦、oh, Where are you？ 妮塔在旁边，妮塔在找人打，现在我跳进去了。OK， 喵，然后再没赢他。对了，李阳啦，你以为我们会先打金库吗？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。No, no, no, no. 哦，你看妮塔回来找你们了。OK OK OK， 打罢了吗？哎呦，被妮塔干掉了。可以，冲一下，漂亮。啊，可以趁机再用多一下吗？哎呀，狂牛不死！你看那个妮塔，狂牛不死，不要管他。对对对对，全世界放他，看他怎么办？可以哦。啊！喵！喵！喵 ！OK， 一定要找机会进去的吗？喵！喂，怎么这样努力啊，妮塔？是啦，我们完全放他，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还在继续尝试。努力的妮塔。OK OK， 喂，他有大了喂，直接有大的，你去搞他什么？没有，他打到我一下就有大了。奇怪，没事，我走着出来的吗？打我屁股一下就有大了哦。原来如此，没事。哇，40-20，你也想到啊？他一个人打这么多，没错了。你这个你打教训一下，你还有大了啊？努力的逆打，哇，赢哎！没错，你打有大啊。但是我们有机会赢嘛？哦，一万亿，我还赢着，还赢着啊！对对对，对呀、啊，打，再打，啊、打呀！好像有人进来啊。No， 没错、oh, ，No。李阳，这是狂牛。李阳，你以为我猜不到你在哪里啊？李阳，哎，动大一点点，你打带着另外一个大招下来了。OK。啊，你打带着另外一个大招来着了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要么没有，要么很多个。你打的大招就是这样。OK， 有。一直去冲吧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交给你了。啊，哇，老哎，我直接。狂牛要撞进来了。没错，非常的可怕，爆开攻击啦。OK，OK，OK、okay, okay, okay.。可以啊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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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虽然是5000多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怎样上啊。现在妮塔也在那边防着，一直你试驾继续去冲。我上啊，我上啊！我们在这边嘎叫嘎叫。对对对对，来啊！我要上啊，我要上啊，我要上！来 ，OK OK， 来，可以上啊，可以上啊！来，没有碰到，不过你们大了，你们大了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开路成功！来了喂，哦，宝箱打你哦！没错。宝箱造型达里尔，还有一个萤火虫弹射。萤火虫弹射，没错了，专弹你弟弟。OK， 那萤火虫弹射就交给一只吧。啊，我不要跟他打哦。为什么？原来他去找后方。达里尔，达里尔。达里尔已经被我打死了。哦，我在里面了。那你打我也是打死了，然后现在走出来了。OK， 弹射想去我们家了。哎，但是我用肉身把他挡着的、被人干掉。哎呀，喂，都没跳到的。哇，老哎，自己坑了自己一波啊，不错，坑的漂亮。还好是自己坑自己的啊，哇，特别啊这种体验。为什么没有跳到？你放熊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被我自己坑了啊，我被我自己坑了。真特别的一个体验。哎，一定要有点体验的吗？是不是？大力我来手，没错了，你们去吧，很好的体验。哇，他们。哇，他们追过来了，他们追过来了，哇呀！力来 ！OK， 熊林那边我搞定了，我现在去进攻了。Okay, 我要上去，他到现在他都不放熊哦。可以上去啊！是我很固执啊，他对于那只熊。可以，哎，他怕他那个是他第一只熊，哇！一个锤跳进去，也怕是最后一只熊。喂，呜呼！啊啊！没事没事没事，你跳进去过后到现在好像没有差别哦，他的颈部的血量。跳有啦，看到吗？看到差别吗？我看这56，然后你就讲跳进去，然后到死掉还是56。我跳进去有3个人啦、哎呦呀，哎呦呀，进去了，哎呦呀，然后没有了，一个大招就够了，一个大招，哎呀，别呀，这个大招，等着我上来，等着我上来，你快，喂，啊，你们死完了 ，OK， 死完了，哇，你们死完了，我这边就，阿六我来守。我爆你个达利尔啊！一个达利尔，给他控制他没有动过。熊，你个达，爆！哎呀，我被人干掉。他等着我们两个出来啊！这兄弟很有想法的。不要这样有想法啦，大招没有用过整场。是喽。按了他，我刚他按的时候你推他走，没有按用到呀。喂，难道我放他出来呀、啊？哇啦喂，真的是有机会，当然是把他杀死在这个摇篮中的。哇，他终于放了，他放了，哇！啊 ，OK OK。好强啊，熊灵啊 ！OK OK。哇！哇，7000 OK OK。嗯，哎呀，7000就靠我了，我要踩上这个胜利的阶梯哦。没有踩到就死了。这个胜利的阶梯不允许我上去了，哎呦，太过分了。没有关系了啊，我们还是可以胜利的。OK。
来了喂，哦，罗莎，哇，我喜欢，竟然在这边出现了罗莎。嗯，看来赢几分钟。他打算一直蹲在我们家回血。对啊，在那个草丛回200。哦，还是说他想蹲在他家防守再回血，这个套路。没有，他已经出门了。嗯，他出门我就进去了。喂哦，八只，八只 ，OK， 不管他，不管八只啊。啊，哇哇哇哇，有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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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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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走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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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跑跑跑跑跑跑跑 ！OK， 罗莎已经被我干掉了。嗯，干得漂亮。OK，Good job。来呀、啊，塔拉 ，come here。这塔方有陷阱了吗？还是对的？对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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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对对对对，有陷阱还是对的。OK， 一定对哦。你看塔拉玩到这样开心。哇，进去了。有时候怕不进啊，所以我就问这个跳得到没有啊？站前一点，通常都会进的。我有被分身打死，跑去跳还要给人打两下，结果跳不进，不是笑死？这么罗莎，你来这边种草，种到我家都不美啊！野草横生。啊，被罗莎给爆掉了！哎呦，你种粉红色的不用紧哦，你种那样子的颜色。对了，有强迫症啊，恐怕完全就违和了哦。恐怕不能接受到那个东西不一样颜色啊！哎，啊，推你一下，可以，哇，还可以吗？没有了，不过还可以下一波再继续。哇哇哇哇，罗莎罗莎罗莎 ！OK， 我在那等他。罗莎要开大了，开啊开！你们要克制他一下，开开开啊！你过来开啊！开，他开了，他开了，他开了，有点痛。八指的啦，八指的啦，哦，哇哦，漂亮，对，杀掉一个，嘿，啪。有没有被水球追过啊，罗莎？嗯，要不要体验一下？我从旁边慢慢的走过去。哦，罗莎来了，我要准备又冲进去了。罗莎，我在这边。罗莎，水球没有追到他。OK， 水球碰到他了。嘿嘿，可以上去。罗莎，好 ，OK， 交给你了，一只。OK， 干掉一个。他只要了。嘿嘿，没有想到我会扭头就跑吧，八只。跳，这边趁到了无敌时间吹一下，打三枪，赚回来。可以啊，躲一次，躲一次，塔拉大招也用了，他们全部残血下招来啊，下招来应该是满了。OK， 给我从旁边转着去啊，转着去啊。OK， 我也从旁边转着去，塔拉看到我了。水球能不能中？水球能不能中？水球冲啊 ！OK， 塔拉死啊，塔拉死啊 ！Bang， 结束。咦，完了啦？完了咯，你还想要看的、啊？对啊，我还想要再看啊。要怎么做呢？这样就要订阅我们黑兄弟的频道了。我们黑兄弟的频道呢，将会在每逢135晚上7点上传新的影片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拜拜。